是一只热带鱼，非常美丽。它是一只热带鱼，是我邻居。我们都是热带鱼，游来游去。珊瑚礁是我们的快乐的园地，甩甩尾巴，优雅神气，动动眼睛，令人着迷。拍拍双鳍，超级调皮。 转转圈圈，甜蜜笑嘻嘻，甩甩尾巴，优雅神气，动动眼睛，令人着迷，拍拍双气，超级调皮，爱捉迷藏，转转圈圈，甜蜜笑嘻嘻。我是一只热带鱼，非常美丽，它是一只热带鱼，是我邻居，我们都是热带鱼，游来游去，珊瑚礁是我们的。 是我邻居，我们都是热带鱼，游来游去，珊瑚礁是我们的快乐的园地。太阳哥哥，小朋友，你们知道我手上拿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 哇塞，大家都很聪明哦！彩虹姐姐，这个波浪鼓的声音真好听哎！对啊，我们昨天去玩具大展，看到好多古早的玩具，又好玩又有趣。我还特别带了一个回来要送给你哦。是什么啊？真好玩哎！待会大家一起玩好不好？好！哎，汽笛的声音也响了。 是，来玩玩猜一猜，猜对了爸爸的宝物送给你，猜错了你的宝物让我们带回去。悠悠猜猜花，哈口船长，小朋友啊，欢迎你们来挑战。哎，阿碧，昨天的古早玩具大展真的好好玩呢、哦。对呀、啊，看到好多怀念的玩具耶。 而且好吃又好玩哦，像是有捏面人啊、龙须糖啊，还有糖葫芦，真的都好有趣啊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啊，大力，我们不是要买纪念品回来要送给章鱼船长吗？差点忘记了，当当，嘿嘿，船长，这个要送给你的，这个、啊、只要你用力一吹。 就会有放屁的声音哦。船长，这个会放屁的玩具你喜欢吗？不喜欢呢、啊。那没关系啊。小巴爱放屁，那就把这个会放屁的玩具送给他好了。好主意。那等猜谜完，我们就马上去找小巴。 那现在请船长给我们第一个提示，谢谢船长。脚，今天要猜的是跟脚有关的游戏，而且是一种很好的运动哦。这种游戏我也很喜欢哦，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玩，两个人玩都好有趣哟、哦。我也好久好久没有玩了，阿碧，不然我们猜谜完一起去玩，没问题啊。不过要先让我们的脚。 暖身一下，准备哦，预备起，一二三四，二三四，二三四，起。哎，小朋友，你们有想到什么游戏是跟脚有关系的？还有吗？足球，还有没有？躲猫猫，躲猫猫。 我们的答案呢？那到底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？大家一起动一动，想一想哦。哈哈小朋友的答案有好多好多，到底哪一个才会是正确的呢？看来啊，我们需要多一点的提示，给我们第二个提示吧。没问题，船长，请给我们第二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哦，羽毛，看图就知道，它上面有羽毛，很漂亮，也很轻哦。没错，今天要让大家猜的就是用脚玩的游戏。什么游戏会用到这样东西？不过现在已经很少人会玩这种游戏了。对啊，像我阿嬷就很会玩这种古早玩具啊。诶，用脚玩的古早玩具到底会是什么？赶快想一想。巴拉巴拉哔哩巴拉猜不到，巴拉巴拉哔哩巴拉猜不到，猜不到，猜不到，永远猜不到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说答案是什么？ 我们没有正确的答案呢。哦，那就请船长公布正确解答。要用脚来玩，上面有着美丽羽毛的古早玩具就是毽子。哎呀，我们怎么没有想到？没关系，海盗们很厉害，帮他们拍拍手。待会呢，我们就一起来踢毽子，让脚还有脑袋一起动一动。好，耶！ 还有更多的挑战等着你们呢！是，我们会继续努力。梦好糟糕！真开心，我们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对呀，好棒哦！那我们现在可以踢毽子来庆祝一下。嘿嘿，说到踢毽子，我可是非常拿手的哦，大家仔细看好了。一、二、三，嘿！ 在后面，在后面。大力，毽子呢？在后面。嘿，我也不知道。好厉害，好厉害哦！你还说你很厉害。小朋友，欢迎参加悠悠 Party， 两次爱的悠悠，预备备，开始。Baby baby 我的孩子，有像爹地的小鼻子。爹地爹地你的肚子是我舒服的椅子。亲亲我的孩子，脸上写满笑意。宝宝你的肚子真开心。看看你小小脚步，慢慢加快速度，拉着你的大手保护我们这幸福的队伍。Baby baby 我的孩子，快来听听爱的故事。Daddy Daddy 说的故事，快乐陪我一辈子。亲亲我的孩子，心中满是甜蜜。宝宝你的肚子真安心。看看你小小脚步，慢慢加快速度，拉着你的大手保护我们这幸福的队伍。这幅画是雨峰小朋友画的哦，他在画里面画了各式各样的飞机，而且他在上面写了“我想飞，飞，我要飞到蓝天上”。可惜人没有翅膀，不能像小鸟一样飞过来飞过去。不过还有别的方法哦。那香蕉哥哥，我问问你哦，你知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飞上天空？很简单，我们可以坐飞机飞到天空上。或是坐热气球飘起来，还有搭火箭跟太空梭都可以飞起来哦。哦，那我有一个很特别的方法哦。第一个步骤就是先睡着，这样子啊，我在梦里就可以想象当一个会飞得很高又很远的超人。哎，太阳哥哥，你这个方法挺不错的哎。不过我有认识一个人，他虽然是超人，可是他不会飞，那就是博伟的爸爸。原来博伟的爸爸，他在他的心中啊，就像一个会飞很高的超人哦。嗯，而且博伟还写说啊，爸爸你最棒，我想爸爸看到以后一定会非常开心的。那香蕉哥哥，我问你哦，你觉得你的爸爸像什么啊？我的爸爸很会修理东西，也会修理房子。我觉得我的爸爸像是万能的建筑师。万能的建筑师听起来很酷，很厉害哎。哎，那太阳哥哥，你觉得你的爸爸像什么呢？我的爸爸哦，我觉得他像一个很稳固的大树，可以保护我们全家的人。哇，你的爸爸也很酷哎。那小朋友，你觉得你自己的爸爸像什么呢？你可以画下来寄给我们哦。我有话要说，快说快说！暖和和的太阳，把悠悠乐园照亮。Oh happy， 来玩耍，心情真是 biang biang biang。和动物做朋友，来一首模拟慢蹦。鸭子恰恰恰，兔子跳跳跳，小猫喵。忘记彩虹的原因，因为爱就是我的 family。哇！叫大峡谷。惊险的旅行，好玩又刺激。嘟嘟，轻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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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嘟嘟，轻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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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火车嘟嘟嘟，开到哪里去？嘟嘟嘟，开到了京都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ありがとう。 山的樱花开得好美丽，嘟嘟，轻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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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嘟嘟，轻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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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火车嘟嘟嘟，开到哪里去？嘟嘟嘟，开到西班牙。 嘟嘟嘟，开到哪里去？嘟嘟嘟，这里是哪里？丛林很危险，快快快逃离！嘟嘟，轻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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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嘟嘟，轻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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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火车嘟嘟嘟，开到哪里去？嘟嘟嘟，快乐回家去。嘟嘟，轻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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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嘟嘟，轻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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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的我有话要说呢，要来介绍的是我们冠霖的画作。 他画的是他和他好朋友在公园里面玩哦。冠霖他把他的好朋友通画进去了。他和凯任在玩溜滑梯，秉天在玩摇摇马，那心情和武吉则是开心的跳来跳去。他们看起来啊，真的玩得很开心呢。也谢谢冠霖呢，介绍你的好朋友给我们认识哦。那图画里面还有戴着墨镜的太阳公公，还有美丽的彩虹，整幅图画的色彩很缤纷哦。对啊，对啊。 冠霖呢还提醒我们哦，在这棵大树旁边呢，有挂了一个警示牌。这个警示牌呢的意思是说，禁止砍伐树木，因为啊，我们一定要爱护树木，树木呢会带给我们新鲜的空气哦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一起爱护大自然，资源回收，节约能源，这样子才可以真的保护我们生活的环境哦。嗯，那当然呢，资源回收非常的重要，像纸类的回收也是哦。西瓜哥哥手上拿的纸盒，还有铝箔包。 还有一般的纸类都是可以回收的。那像那种塑胶面的纸，或者是沾到油污的纸，还是用过的卫生纸，就不可以回收哦。嗯，回收到的纸呢，可以做成再生纸或者是纸板等等的，可以让我们再度的使用。所以下次我们在纸类回收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忘记喽。嗯，一定要爱护我们的地球。我有话要说，快说快说。